天儿哥那天聊天还是啊，大小孩喜欢过年，小时候过年热闹，人缘多好，是都喜欢我，家里亲戚也多。对，那年你是多大时候？嗯，这么大啊？有这么大的吗？这么大吗？啊，五六岁。对，一过年家里呼多来了，都高兴。多少年前亲戚都来了，是看见谦儿都高兴，喜欢我，长这么大了啊，老没见了，数钱干嘛？给压岁钱。这给钱，你看都是啊。哦，二大爷高兴。嗯，给压岁钱。嘿，拿着压岁钱。哦，给他也乐啊。啊，我拿了这么多岁钱啊。我叫压呀，是怎么着？这不能拆开了说，知道吗？小孩嘴不利索嘛。那也得说压岁钱呢。是人大人不说了吗？给压岁钱。拿着，买炮，买糖吃啊！我这，太缺德了，您这都没法说了，您这给拿着拿着，给钱就拿着，没事没事，多大代价换的？嗯，一晃长这么大了啊，他也给孩子们碎钱压碎钱，啊！我这今儿没带，好，过年了，我就喜欢过年。是过年热闹了，过年还能说相声啊，演出啊，有这么一个大型的演出，对，来这么些人来捧咱们来，哎，何德何能啊？是，其实人家来是看您来的，哪儿的话看相声，你看，捧的就是你，这过奖，实话，捧了，好演员啊，好演员，说学逗唱样样精通，嗨，你们信吗？啊？啊，不是这么回事啊！我信，喝着大喘气劲儿的，我信啊，真好啊！这有房，真的啊！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写东西也不错。哎，我好写点文章什么，不知哪位看过啊？于老师的文采很好，哎，多写东西，写得好啊！我有时候没事，我还上网找你写的东西。哎，网上有我不少文章，我还上过你的嫖客。哎呀，写得好。他这个文风啊，就是文如其人。您还上过我的嫖客？对啊，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，这个。你很翻俗。您要不提这，好吧？您说错了，就是你网上开了一个啊，这叫博客。还叫博客？怎么还叫博客呀？就叫博客。我上过您的博客，那就对了。看过您写的文章，有不少。您在网上有很多的粉丝，很多人都点你啊。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好多人都点我。对啊，您跟他们说我不出台。那你指什么吃呢？啊，我就指这吃啊。胡说，我跟你没法。废话，你什么呀？你这点我点你那博客吗？你怎么还太简单了？您这啊，点击点你是点击。哎呀，这说不明白了，你跟你们这说相声的打不了套。废话，您点击率啊？怎么还绿啊？什么？咱们换一话题，咱们说别的去啊。咱不弄这事儿了，你说点别的吧，说点高尚的吧。这也不低俗啊，这您得再低俗了，知道吗？很讨厌这人，很讨厌啊。话很讨厌，我就怕跟说相声的打交道。我也是，是吧？嗯，咱俩干点别的去吧。说这个意思，嗯，大伙儿都喜欢您。那倒是，喜欢于谦老师。谢谢大家。我也是如此。您，我很崇拜您。你看您说又过了，你看啊，你看。我有时没事我就上网搜搜于老师写的文章啊，还看有时没有文章啊，搜搜于老师的照片啊，我也网上有照片，这一年就多少人跟网上搜照片啊，是吧？两码事，知道吗？你看这都一样，这都是什么一样？娶你们就娶我，知道吗？啊，您要犯法啊，我没看过200张。我也没登那么些个，知道吗？所以今天
能跟余冠希老师在一起。您连姓儿都给我改了，名儿还是这个名儿是吧？没听说过。那就是跟余老师在一起，很好。说大号吧，很好很好。跟在一起就是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高兴的事儿。啊，是啊，我跟我的偶像在一起。又来啊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哦，也学崇拜一个人不犯法吧？那对吗？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哎、我喜欢于谦。嚯、哦！我认为于老师台上台多好。您这么认为？可以吗？这太可以了。做饭改吗？这不没有。你别看快到三月初了，我还敢说这话。于老师好人。我试过，我们这一块合作这么长时间了。我没得罪别人。对啊。怎么三月初就败了呢？我。对，我就说就找事的日子不快到了吗？你找事的日子快到了。对 对，我现在捧你，不人说这假的，这怎么办？你把我下架吧，那就。妈，抢购一空了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你最好照着词儿说。您给够份词儿啊，您倒。没词儿啊？不能，我怎么也没有啊？那这全没有吗？那不是？那咱好好说吧。于老师人是非常的好，实话实说。我说相声这么些年了，我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有这人了不起，没有。嚯、哦！实话实说，啊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这对呀、啊。您是个例外，啊，这是个完人，这看着就完了，这是。哎，我快完了，这么一人，很完美。你说清楚。很完整。呵，整个中国说相声圈里边，挨个宰，挨个挑啊。啊啊！谁能跟于谦相提并论？有吗？没有。相声圈里没有跟我比的。甭说跟你比，你有什么好人呢？这里边。没好人了，你以为呢？嗯，说相声逮着先崩后问，没有冤假错案。嚯、哎，最狠了这个，跟您比不可能，没法比，没有没有，谁跟我比？古人里边找着出类拔萃的先贤，嚯、哦，比如说谁？东汉的蔡伦，哦，发明造纸术的那个，高人呢？那是那是，那跟于老师啊一样。哦，嘿，还有吗？啊，司马迁。写史记的那个高人吗？那是，那跟于老师一样。您、啊、这什么身段呀、啊、这是表示确定。哦，买人搞表示确定、哎啊、肯定干净利索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是、哎、还有吗？打明朝有一位郑和下西洋、嗯、跟你哎一样。还有吗？东方不败啊，跟你对不一样，您这是肯定的动作吗？这个倒是干净利落的动作，别胡说八道。我是说您了不起，谢谢您，是您的成绩有目共睹。哪儿的话？与日月同辉，哇，金杯银杯不如于谦身上的十杯，什么乱七八糟，什么话呀？对不起，我跟我的偶像在一块儿，我有点语无伦次啊！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。对对对，口碑口碑弄多少，对吗？啊，三两一个，也就那一个。啊、喝的那口碑、啊，不花钱的小那都。你呸！就是说、啊、您很了不起。哪是啊？没有。我觉得我现在不自觉的处处向您学习。那他向我学什么呀？这是实话、啊。人必须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。哦。那我们这行人呢，老看别人好生气，这是个错误。是啊，这是错误的。那是。心态平和下来，哦，胸怀宽广，谁好跟谁学。那是。俗话说得好，啊，海纳百川，有人乃大啊，知道吗？什么话呀？这心态要。您等一会儿，不是您再等。哪儿有这么句话？有人乃大。您说这是黄金甲？您说。不是很了解什么意思啊？这你说什么？您不说出来，您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有容乃大呀。有容是谁媳妇儿？嗨，非得是一女的是怎么着？是吧？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呀。有容乃大啊，就是胸怀要宽广一些。这倒挨着，这倒是吧？是别说，你就说别的吧。宽广一些，就是啊，心态平和。是，我向您学习，我正是很好的贯彻了这句名言。你贯彻向我学习什么？处处都是我学习的榜样，哪儿值得您学呀？你看、啊，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您说，于老师烫头了，啊、新烫的，烫的跟蘑菇云似的，就这造型，
我也很想烫一个。你也不能捡着学不了的学，下不去家伙，没地方下家伙。找你一张照片，干嘛？买一头套，拿这个找一做头发的。哎，您手里来，这行。人家接过照片一看，嗯，这是什么狗啊？嗨，什么叫什么狗啊？我这脆上。瞧清楚了，对，你看看这个毛色 啊，什么毛色啊？你看看这个发型啊，知道吗？这你都不认识，对，很著名啊。谁呀、啊？于谦，于谦，于谦，谦谦犬，于谦，非犬不可。别谦，先别谦，你先看看什么谦啊？于谦，于谦老师，照这给我做一个，这完了吗？烫好了，吹得了，剪完了，啊，拿回来冲镜子戴上。哦，聊胜于无，哎，这就算有了。你没有强得多，是。于老师穿衣服咱们也学，学吗？于谦买衣服去了啊，买上衣，哦，买衬衣啊，衬衫，粉红色的衬衣，嚯、哦，画着绿色的撇脸，甩着黑白点儿。设计师是哪位呀、啊？这么寒碜呢？我管那个去了，你穿、啊、我就穿，您也学，买一件穿。哦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照样。于老师买裤子去了，哦，盯着，嗯，买回来咱来看什么？墨绿色的裤子。画着粉色的胡萝卜，画着蓝白花，这太不好买了。这裤子来一条，嗯，跟您学嘛。不，于老师买皮鞋去了，得穿鞋，淡青色的皮鞋，这行。红色的鞋帮，画着撇了色的蚂蚁，这设计师能呛了地，我告诉你。来一双，照着穿。又去了，还干嘛呀？于老师买个绿帽子。啊，您呢？咱们庆祝吧、哎！庆祝，您也照样学呀。我这戴着这头套呢。哎，对，我这原来戴着怎么戴进去了？啊，就说这个意思，都学，处处向您学习。您瞧瞧啊，于老师养个小花猫，宠物，咱们养一个，也养，榜样的力量无穷嘛。嘿，啊、于老师养一只狗，我换了，咱们也养一个。也养狗，于老师养那狗，嗯，松狮，中型犬，可爱之极，是大脑袋这么大个，对对对，咱们这破狗，嗯啊，京巴跟博美的串儿，不好看，那脑袋比蒜大点儿，屁股跟南瓜似的，京巴跟南瓜的串儿吧，怎么串的这？你是科学家。你是科学家，我也是科学家。不好看，逗吧？是，人家那个多好看啊、哦，大脑袋。嗯，于老师给小狗起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脸。脸大就叫脸，这叫屁股吧？突出特点。养了仨月，哦，于老师腻了。是，于谦不要脸了。太别扭了，这话题。咱们接着养着吧，还养、啊、一年多，这狗长这么大，长起来了。狗一对脸，于谦哭了。干嘛？我那脸要还在，比屁股还大。没有这么说话的，是榜样的力量无穷嘛？真学假学？不，您处处是我学习的榜样。哪儿的话？会活着。哎，那我是心态好啊，会活着。对，后来养狗，嗯，我就纳闷，我说那小狗不扔了吗？嗯，又买狗啊？还养吗？为了遛狗。哦，活动锻炼身体，对，养那狗叫圣伯纳，大犬了，能长300斤，对，跟驴似的，嗯，天天下午狗牵它出去溜去、嗯，谁牵谁出去溜去呀、啊？看谁在头里了吧？没有这么看的，我牵它出去溜去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跑一圈累了，往这一坐歇着，嗯、是，狗坐在旁边，啊、嗯，一边高，大嘛，谁看都纳闷，啊、嗯，这是谁家双胞胎啊？没听说过。什么叫双胞胎呀、啊？长连相，没听说过这么喜庆啊！喜庆归喜庆啊，嗯，这个人会活着呀，那倒是真的啊。嗯，我这个人不行，有时候吃完饭不爱动，懒，回家待着。哦，于老师好，我运动各种体育项目，没有人家不好的。对，跳绳，哦，喜欢跳绳啊，单杠经常玩，打台球，台球。我怎么干什么都跟跳绳似的呀、啊？我，你干什么都跳绳去啊？我累不累？我都跳绳去。你省车钱，你为了那省，不是为锻炼这个。最喜欢就是裸奔。哎，这是运动项目。你看这个多好，
跑什么？集合跑步与冬泳于一身。裸奔。嗯，他跟那个北京德云社说相声那个李菁啊、哦，他们俩一块儿联合裸奔。哦，我们俩，他们这叫分二组合。我还弄一组合，俩人们分二组合。分二，俩人还分呢？分什么呀？谁是奔，谁是二啊？我是奔，你告诉呢？对，对对。我先站一个吧。你有一回是奔，对，我上来都是二，是吗？没有，跟二组合嘛，啊，也不是见天的，不是见天。他跟李菁他们俩挨着住，啊、哦，吃饱了没事上李菁那屋串门去，离得近，聊会儿天吧。啊，李菁也高兴，对，喝点酒吗？还喝两口，喝点吧。嗯，打个啤酒，砰，拿出两个三钱的杯子来，拿三钱的杯子喝啤酒啊？来，我伸着点儿。这呀，这能伸哪儿去这？大了这就，喝完了啊！裸奔吧，这就奔着这来的。谁先来？你说呢？谁先来？咱打赌吧，谁不敢去输100块钱。哦，还挂赌？呵，李菁高兴都脱了。呵，开个门顺小区人跑一圈，真跑回来了，给钱。呀，先挂于谦乐、啊，我还没跑呢。那是脱了，我也来。开门出去了，嗯，跑了半圈，啊，来四个警察给摁那儿了。嗨，要脸不要脸？刚才出了一趟没理你，怎么又来了？是我这个，看清楚了再抓人好不好？好运动吗？这不是运动了，您说这还找我去呢？啊，找我走啊！啊，别老跟你不待着。对，运动运动，活动活动。咱俩人游泳池，这多好，游泳去。对，我不去。怎么了？游泳池太脏。游泳池怎么会脏啊？好多人都跟里边撒尿。谁说的？都尿嘛。是吗？他劝我，那怕什么呀？啊，许他们尿就许咱们尿。咱也干这事儿去？我不去。啊，不去。我也不会扎猛子，也不会憋气。啊，你万一再齁着我呢？哎呀，哪儿那么闲呢？你知道谁糖尿病？甜的呀，没有这人。我不去。啊，他自个儿去了。下午3点半来一电话。德刚，你带2000块钱来一趟吧。怎么了？赎我来。干嘛？我尿尿让人逮住了。哎呀，我还真干这事儿去了。交罚款带出来，我说你怎么这样？啊，够10000人跟那里边尿也没逮着我。是啊，怎么逮着你了？怎么回事？你是闹的、啊，他们是逮不着、啊，他们都跟池子里边尿的。我呢？我站在岸边尿的。啊！我太缺心眼了吧我。过了没3天又给我打电话，还干嘛？你还得来趟赎我来。怎么了？我尿尿又让人逮着了。哎呀，这太笨了。交罚款带出来。啊，我说没有这样的。就是你又站在岸边尿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、啊，我在池子里边尿的。哎，那怎么还让人逮着了？上回罚完款我挺生气的。啊，我一着急上火，我那尿是黄的。我没敢站那儿尿，我一边游一边尿。啊，逮红箍的看见了。啊，哎。逮那飞机拉线的，对，这个吧，我自个儿画条线在那逮我去啊，真事儿了，没有这么傻的人了都。后来北京游泳池都去不了了，是不让了。北京所有游泳池都贴他一相片啊，于谦于狗不得入内。游泳池还通缉我呢，我给他出主意啊，我说你非得城里吗？是啊，你说怀柔也好，密云也好，延庆也好，嗯，找一山清水秀的地儿没人管，哎，野地方有的是，游去吧。对，真听话，蹬自行车去了。我出北京城郊区找一地儿，呵，天清水碧，鸟语花香，小溪潺潺，美。于谦乐着，哎，这也没人管了吧？没人了，这我跟这儿游，这行吧？当然可以啊，来脱衣裳游泳，来吧，把大衣先脱了。嗯，我游泳穿大衣干嘛？西装还真严实，穿领带马甲三件套一样没了，棉坎肩儿，我冬天去的似的，毛背心儿少穿点好吧，衬衣这得脱了，游吧。哎，咱没这么开玩笑的啊！你这怎么意思？这是，你说说，背背佳。哎，别以为那个了哈、啊。
谁呀、啊？太三俗了。穿贝贝家干嘛？贝贝家腰不塌背不驼吗？赶紧脱了吧。哎，把兜都摘了。哎呀，赶紧马靴，骑着马去的。裤子，这得脱了。来吧，秋裤。天冷，线裤。都穿着呢。三保暖。穿三件。棉裤。棉裤穿秋裤里头啊。什么程序这是？毛线内裤。哎，你才穿毛线内裤呢。解刺呀。这，你要不穿它不刺呀，知道吗？哪儿那么刺呀？哎嘿、哎哎，没有穿袜子，什么袜子？您袜子要这么脱，这就不是贝贝家，知道吗？是啊，你说没有穿这袜子，脱完了、啊，这回还有人管吗？赶紧游吧！啊，没人管，有人吗？没有，啊、有人吗？你还叫啊？脱一光的，你非叫几个人来？没人啊？啊，于老师乐了，来来吧，啊啊，游泳。准备活动，嗯啊，下水一步一步下水啊，咚掉水里了，哇，忙到这儿，这个有一个学术名词啊，王氏，王，蛙式，王差不多，王啊差不多啊，游着，一抬头，好像。太阳出来了啊，很高兴啊啊，我上去晒晒后背吧啊，王八呀是怎么着，不许美化自己，我呀、哎、我这是美化吗，上岸边趴着晒着后背，没听说打这边来几个姑娘啊啊，你来玩人家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几个姑娘有说有笑往这来，于老师傻了，我就别使相了，我还再穿来不及了，那是啊，一丝不挂，没穿着衣服，一回头地上有一桶啊，不知谁扔的哦，先救急，咱们捡回先挡上，挡点是点，姑娘们到跟前嗯，跺着脚的骂街，怎么了，臭流氓，没羞没臊，干嘛呀，他急了啊，你没看有拿桶挡着吗，是啊，废话啊，那桶有底儿吗，哎，没底儿啊，